黑马750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顺心，一个心中充满激情、迎难而上、充满创业情怀的女人。中国人都是美食家，我也不例外。一次呢，去重庆出差，吃到美味酸爽的酸辣粉，从此在我的心中有了印记。到每个地方，我都要寻找品味出当地出品的酸辣粉，吃来吃去还是重庆的最好吃。但不可能为了吃口酸辣粉就飞到重庆去。有一天我看到商场有速食的酸辣粉，马上就买了一桶回去尝尝，但味道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。忽然灵感一现，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自己卖呢？300次的配料调配，2000余人次的品评，经过一年的打磨，产品终于赢得了每一个品尝者的好评。酱包由20多种香料熬制而成，麻、辣、鲜、香、酸、爽、韧、滑，油而不腻。选用上好的四川朝天椒，鲜香辣，用方圆几十里无污染井水制出来的开封红薯粉丝，选用四川有名的保宁陈醋，酸香不涩，为粉的酸爽提供足够的保证，不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，最后用食品级的牛皮纸筒包装，一经问世，好评如潮，订单不断。感谢很多粉丝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对我们的支持。本次众筹，我们将与黑马750 APP 合作推出线上独家的产品，以全网最普惠的众筹价格让大家吃到我家的产品。也希望有很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事业当中，一起将国民美食推广到更远的地方。跟对人，做对事，创业不难，难的是找对领路人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吧。